你在找我吗？哎、可恶！你要到我多大？一人一下最公平。啊！啊！想跑。百次隐形就不能跑了，讲几次了啦？我知道啊，但是想要先跑掉你啊！哎、跑起来，跑起来！他竟然不见了啊！哎、啊，为什么隐形要消失？不能跳，可恶！守株待月果然有用，可恶！待月，待月，差一点，待月啊！哎呀！这武器好残哦，我怕。他们都没有显示自己隐形会还有多久会现形呢、欸？可以一直按啊，隐形的时候可以一直按。那不会 MP 不足吗？不会啊，太小。哇！预判错了，可恶。跟在喵哈身边果然是对，因为我现在完全是肥羊状态了。你看他这边，然后杀的是我，是吗？喵哈一直在你旁边，你知道吗？我、其实我抓错人了啊！我抓没抓到，可恶！等一下，我有一个，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疑问，你们那个砍人不是按隐形对不对？按四啊，那另外一个四啊。三是隐形，四是攻击。好哦，我知道我为什么都砍不到你。你是隐形啊？对啊，我以为你们说只能用隐形打人哦。我有讲、哦、啊，四是隐形用的啊。讲四啊。三四互换。难怪我的攻击力都是零了，我就想说我的那个预判能力也太差了吧。原来我们是二打三啊。有喵哈那边都是三。我想说，我跟在喵哈旁边，拍子隐形，我被这隐形，隐形。都换哪一个握拳了？换这只以外的冰结魔女，冰结魔女，但是我没钱，是多少了？哇 哇！因为攻击一直都零啊。对啊，对呢。我们哪一个打最快？打一个最快的就魔法师、啊，魔法师啊，帝国啊！好来，帝国，帝国，帝国！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哎、欸，他可以哦，他可以重复哦。我们一开始就有讲了、啊你，你现在知道吗？我想说你们开了很多双鞋的意思哎、欸，没有啦，没有啊，我就说我穿了很多双鞋啊。我也是一直穿两双鞋。原来如此，你现在懂意思、啊？我跟你讲，你这样配，你装备，你防御很低哦，就是跑很快而已、啊。不是，他是配回复装、啊，被打到会很痛。哦、没关系啦。嘿嘿，耶！没有钱。有有有，我有帝国魔法师。这一支应该是大家都有吧？嗯。噔噔噔！暴衣少女。我以为头上那个是帽子，不是，是头发。那是，那是头发哦。那头发、啊？哈？头上那个是？哦，你说那一螺旋的头发啊？头发、啊，嗯，螺旋是头发哦，看懂了。推塔好快哦！快哦！哎、欸，太快了吧！不见了，好快啊！塔怎么不见啦？啊，我怎么也不见啦？哇，暴衣，暴衣长，你不要，阿姨不要，阿姨，你猜阿姨？电视里杰克很痛。哎呀！不要啦！到电告来啊！
哎，见到了。呀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呜呼！电高，哈基快死了！没有错觉，错觉，错觉！哎呦！丢球！嘿！哎，居然不是跑那边！嘿！嘿！我再嘿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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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哇！快偷掉的！我尽量滚了，他在堵我。一直电，电你。这个赚好快啊！赢的话了，赢的话赚600回。嗯。哎、欸，我好像有钱嘞、欸。够了、欸。你够钱了。太好了。所以你们说要买哪只？冰结魔女。第三排最后一个。好。有没有什么特别玩法啊？还是都可以，不然就只全冰姐啊，全冰姐魔女啊，就有没有放招限定哪一招？没玩过这个啊，哦，只能放哪一招哦？对啊，对啊，要放第二招，第二招会控魔，都不要吸别魔吗？抽到吸魔根本没有人没有攻击力，有啊有啊，有远程伤害啊，是哦，有啊，只能吸魔吗？只能吸魔吗？谁吸到谁先打，因为后面就 没魔可以吸了。只能吸魔，好哦，好哦，好。二啊二，那个技能二是那个吸魔，所以只能按二来打人。好，听起来好累哦。嗯，我为什么要把一个游戏玩得这么麻烦？来拖时间啊。这样才有不同的玩法啊！好、哦，不然就又要换游戏咯。嗯，全冰冰姐魔女，我就看他二怎么玩。二，我们要躲哎、欸！我觉得这个声音好不舒服。没魔了，没魔了，没魔了，魔化超快、欸，他被弄到一下直接归零哎、欸！好多是有伤害吗？好低哦、喔，有伤害很低，超低，60几而已啊，大概不到100啊。这样要喊多久？可以换别招吗？四号四跟二好不好？二跟四，四是什么？四是要那个 SP 的哦，是要被打到或打人或被打到就有用。哦。好厉害！太多同时叫了。哦、好痛哦！好烦哦！我觉得这个耳机超不舒服了。哎、欸，接那个球！痛痛痛痛痛！我被喊死了！死了没魔放啊！杰瑞雨，我们要不要一直追着某一个人，然后一直把他放就好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不是力如繁星吗？好好好，繁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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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掉了，不要啦！喵喵喵！哎呦！痛！又快死，又快死，又快死！啊！我死了！不，一直没有魔放啊！这谁先出手、欸？哎，我就要躲招了。笑到已经破音了。超烦哎、欸，这个。啊！哇，格挡！苗哈，不要走啊！你我在玩各个翻滚游戏，我也在吸苗哈魔，不要一直吸我啦！苗哈，快死，快死了！苗哈，快死了！啊！哇，那个冰珠手在往上射，有了有了，打到了打到了！啊，空了！苗哈，回来！
不要！不不不，我快死了！哇哇，你死了！哦、我带我放我自己干嘛？有有，希望他们磨了，希望他们磨了！哇啊啊啊！我在打脸上打满了！哎呦！没魔啦，没魔了啦！哎呦，哎呦，喵哈！啊，再下，再下，哈基，再下，快死了！哈基快死了吗？我来了，我没魔，我又没中，哈基死了，哈基死了，好好。繁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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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弄繁星！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小心后面会有偷袭哦。动作 life 全断是不是？我没断、欸，我没断。啊？好哦，没事。那、哦、我这边断了。你那边又断了吗？对。诶、欸。这第四招我都打不到人。很难呐、啊，除非是他已经先打了。关心、叫屁呀、啊！我们想一样的东西啊，跟你想的不一样哦，一样的东西吗？冰柱啊，你刚不是放冰柱吗？哦，我以为你是想开什么怪怪的网页啊，来东西。没有一样的东西，不是想一样的东西吗？哦，你真的是哦，那个、啊，原来你们也是想那个东西啊。然后换谁吗？还是要继续？想要换游戏吗？要换你可以，可以啊，我觉得可以耶，因为反正那个伽米应该不会打到很久啊。那就换游戏喽。好，好，感觉我需要下载，我应该很快，那个很快，那个超快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换游戏。耶、yeah, ，我可以用摇杆了，我好开心哦。他的名字叫什么？伽米 Live。哎。A 开头的，没，可是他在 A， 可是他在 G 的分类，打 A 或 G 啊？哇，简体中文，嗯，嘎嘎嘎嘎嘎，玩游戏喽！这个游戏很棒。标题我就不改了，有点不太好，想改了，就这样吧。然后摇杆呢？可以用摇杆呢，玩，用摇杆玩。哎呀。那我要用摇杆玩，我用摇杆玩，在线。摇杆，摇杆。看一下场景要不要调？确定？哦，有啦。我先调个声音，声音有点小声。这样子应该可以。啊，他一听就有。披萨哈。在里面吗？还没进去。可以改？没有回应了。为什么？按一下开始。Player One。好不灵哦。改名字啊。对耶，为什么那时候我们有人是有名字的？有名字之后，那个时候路人那个有名字而已啊。对啊，爱心五二吧。我快下载好了，十四秒。好。爸爸啦。是谁？啊？阿白。我。Player One 是我。好，这个。耶。下左右手，是不是就跟 B 啊？对啊。对啊。操作一模一样欸，对啊，是要插摇杆的吗？哎、欸，这样，往哪里？听不到，大声，听不到。耶，开始，耶耶耶，大家，好恶的感觉哦，好恶。你们都没命名嘛，对吧？没有，没有欸，他们好多水哦。哦，那个水就是你的颜料，你颜料全部空的话，就跟就容易死了、欸。可以滑嘞，可以滑嘞，滑。嘿、欸，
没有，就跟我那天一样。哎、欸，有有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擦擦擦擦擦擦，哎、欸，嘿、啊，好嘞，打呀！他一直选另外一个造型。这个熊是谁啊？有另外造型哦。哦，难怪我那、啊、我昨天不是跟你们讲我这样在自由式吗？是谁啊？是谁啊？那你在期待谁呀？谁是黑色的那个大人精？不是，我是黄色的，我是蓝色的，欸、我还没进去，我是黄色的、欸。你好哈嘞？啊？等等啊！所以蓝色熊是谁？蓝色的熊不是谁你吗？所以那只杀人精是谁？黑色杀人精谁？我这里没有杀人精、欸，是黄色杀人精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是。